现在呢，我们的地标呢是上海，位于上海，位于上海巨鹿路，巨鹿路。然后呢，这是今天呢我住的民宿。啊，你要说话，你继续说。啊，今天我们来上海参加啊，联龙星举办的一个变装皇后比赛啊。我作为参赛选手来参加比赛啊。然后有多久都没有参加过比赛了？好久没有参加过比赛，有一年了吧？得有，有了吧？嗯，是。所以还是很兴奋的，毕竟我们之前的身份一直都是这儿就是评委呀，这次转换身份成为了选手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现在马上准备要化妆了啊，然后领大家参观一下我住的房间 place。哎呦，是是是，就是灯，略微大声，灯怎么还掉了？掉了一个灯。嗯，然后上面呢是一个床。嗯，是一个双人床，我和卡姐共度双人。嗯，你给沙发上睡吧。啊，沙发挺好。这沙发有点小了吧？没事，你的那个就是 size 就是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化妆了。不是，你要先 room tour 一下吗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那个门厅。什么门？这是餐厅。啊，餐厅玄关、嗯、这是你的厨房。这是谁的厨房？嗯，厨房，大家的厨房。大家的厨房，我们也不做菜。客厅啊。嗯，对，我们通南北通透的洗手间。就是这个洗手间，刚刚很搞笑，卡卡在里面上厕所，你进去一下。我说真的是一览无余啊，他在里面干什么我都知道，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的一个厕所。嗯，然后就是可以进一边上厕所，那边可以洗澡。南北通透的，真的很通透，干湿分离。呀，很分离。现在我们开始化妆了，来跟。今天我是以一个嘉宾的身份坐在你旁边，是吗？嘉宾？嗯。哪个嘉宾？就是空席嘉宾。什么？空席嘉宾？什么？助理的身份。嗯，也、yeah. 今天没有主题是吧？今天主题就是我要比赛。啊。大家预测一下我能拿。能拿第几？等把第一打在公屏上。嗯，最后。第一轮就刷下来了。哎，呸！今天我要画一个绿色的妆容，为了迎合我是吗？对，你看那个妆就是我的人。咱们俩化妆速度就是一点也不平衡。你看我都已经眼妆快画完了，那眉毛才遮上。你能跟我比，真是。我怎么了？你看我今天化的妆，蝴蝶妆，凤尾蝶。嗯，像扑了蛾子似的。你。对这次的比赛你有几成的把握？嗯，这怎么说呢，是现在是有一个有信心的状态还是没信心的状态呀？信心肯定是有的。害怕吗？紧张吗？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吧？比较兴奋，有点激动那种感觉。你觉得这次就是对你有造成比较大威胁的 Queen 有谁呢？没有，我谢谢。哇，这么狂吗？你穿个老汉衫背心儿，你这么狂吗？你没有，大家都很厉害，不可以轻敌，每个人都很棒。嗯，比较中肯的回答，你可是老好人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呢，所有的装扮已经结束了。嗯、你有点一个画面盛不下，你好像要去登基，十七娘娘。现在的心情是如何？不是紧张。今天的这个妆容的风格就是纯绿风是吧？纯、yeah. 纯玉，你纯绿。
肯定会赢的，名单。哇，黑衣服站出来了，Miss Jindiva Jessica。晋级的是马桂花，第二组晋级的是 Anima Stone。2000 years later. OK， 现在呢，我已经累死了。我的脚趾头啊，脚趾盖很有地位。是，没流血就还行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真的太刺激了，很开心，很愉快。嗯，进了前六。嗯，没有得第一的，你会觉得失落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第一首歌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就是因为是唱自己的歌。对对对对。只要第一首歌符合我的心意，我觉得我自己完成的很好，就 OK 了，剩下都无所谓。OK，不对，然
呢，现在呢，就是大家也看到了，今天晚上非常多约无私有的 drag queen 啊，就是国内的 drag queen 在壮大。嗯，你个人最喜欢哪一个？都喜欢。每一位。对，每一位，因为每一位勇敢表达自己，勇敢做自己，勇敢敢于去舞台上表达，去表演，敢于去抒发自己的想法，嗯，都很好。 OK， 我已经累到不行了，现在我要卸个妆去睡觉了。你是卸个妆去睡觉吗？快滚，挣点钱顺便挣点外快。嗯，行。 See you next time. Next time.